进来进来了。哎呦，真大呀！啊，说我的啊？没，我说房子真大呀！啊、我在P城呢，你来呀？啊，您21号有个快递。21号你来呀？咦，咋先别玩了？那个你有个快递没拿？娇姐，那怎么、啊、你替我玩一把？来，我们看啥快递？我不会玩啊。我快递。啊，那您拿好，我走了哈。哎，打没啊？那什么，你进来。哎，我不进，我进去了。不是你进来说怎么的、哎？你还把我当是大傻逼了咋的？没有，咋的？你看行不行？还行，但是我还能努力，我还年轻大人，没事我就先走了，手机给你。不是我，你合计啥、啊？我姑娘，那是你姑娘啊！我姑娘，您不说话，我都合计您保姆呢。哎呀，这是啊！什么人都给我介绍，不是这不行吗？这样游戏不会玩，聊天不会，一看就没对象，缺爱。不是，大姨，咱能不能不当面骂人？没事，我走了啊。等一下，等等，我有事。纳尼？我承认。